没钱坐飞机，却想感受浓浓的祭典文化吗？哎，别担心，来一趟东亚洲，也许会有特别的收获哦。不仅有日本糖果、泰国妈妈面、韩国玉米须茶和辣炒年糕饼干，更有许多文创商品等你来挖宝。像我们预购的时候有卖那个东亚的祭典饮品，就是我们这次推的是祭典文化，所以我们有贩售祭典饮品。那祭典饮品的话，像日本啊或是韩国，他们不同祭典有喝不同的祭典饮品，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我们的东亚文化祭是以祭典为主的，所以也有推广这个祭典。冷冷的冬天，想拿一杯热饮在手上，却不想跑太远吗？来看看这位同学的策略。东亚洲的蜂蜜柠檬茶，甜甜的、淡淡的苹果加柠檬在里面，喝到最后还可以吃到苹果的果肉，不夸张，很好喝，而且暖暖的。这么冷的天气最适合喝这个，一定要来买。啊！东亚洲自3月9日到13日在城镇中庭与大家见面，经过路过不妨多留意看看。向记者杨妮、徐亚维采访报道。